第一次喝酒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告诉他，女孩子喝醉了在外头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好想看到方太初长大以后反驳你的样子。万一她是一个叛逆少女，你可有的说了。别说了好吗？不想听你听。同样是病人，我真羡慕那些得癌症的，至少他们可以慢慢死掉，他们有一个倒计时，在这个倒计时里他们是安全的，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他们可以列一份遗愿清单，可以上天下地，跳伞潜水，做任何我这颗心脏做不到的事情。我呢？我连个倒计时都没有。也许这一秒就是我最后一秒，也许我看你这一眼就是最后一眼。没事的。